召集人手，可能会有行动。是，王强，过来。是。夫人，别记恨我。就这一个人，您看是押回衙门还是？我们金府的内贼，还是押回金府吧。是是，带走。来，我带您回家见麒麟。回家？我一个山野妇人，见识短，我不能到你的府上去。万一，我是说，万一我言辞粗鲁，得罪了夫人。不，少爷还是在外面给我找一个客栈，让我安顿下来。我在那儿等着麒麟来见我吧。以后您呢，别那么见外了，叫我元宝就行了。我好了好了，麒麟是您的女儿，我的娘子，您就是我的岳母，理所当然的要像麒麟一样叫我元宝了。您就和麒麟一起住我家，您是我的岳母，我不可能把您一个人就这样丢在外面吧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就算是我的母亲，他也会说我礼数不周的，对吗？不，不行不行，我这个面容，见不得人的呀。怎么会呢？麒麟那么远嫁过来，难道您不愿意看看麒麟在我们金府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吗？您不怕我欺负他呀？好了，麒麟在家等着我们呢，回去吧。这就是我们家了，麒麟看到你啊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走吧，来，阿福，通知少夫人，她娘回来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少夫人，您慢一点。少爷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少爷把你娘找回来了。娘。是娘不好，是娘不好，都是因为我闯了这么大的祸，才连累到你。是娘让女儿担心的，现在好了，我回来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傻孩子，娘这是因祸得福，能够在这儿看到你和元宝啊，娘就算死了也值。元宝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说，我在听。她就是我的娘，养育了我这么多年。如果没有她，就没有我。她是我母亲，也是你母亲。是不是理应叫她一声娘？你可不可以也喊她一声娘？你个傻丫头，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，你读书多还是我读书多呀？在这推己及人的，您说是吧，娘？
对吧，娘？是，是的，元宝说的对，元宝说的对，都对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们聊天了，我先走了，待会儿过来啊。你在这里开不开心呢？娘，我在这里很好，君元宝他对我很好，也护着我，我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。嗯，那金夫人呢？夫人喜欢你吗？娘，我是嫁给金元宝，又不是嫁给金夫人，他喜不喜欢我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孩子竟胡说八道的，她现在是你的婆婆，你当然得懂得去孝敬她，尊重她。再说了，她可是元宝的母亲。你才是元宝的母亲。我虽然生了她，但我并没有养育她。那也是因为别人愣生生地把元宝从你身边抢走了。夫人纵然是有千般的不是，他对元宝还是毫无保留的，他对元宝的养育之恩我们不能一笔抹杀掉啊。那你生他的恩情呢？难道就要全部抹杀吗？娘，你为什么就不能跟他相认呢？元宝跟你那么好，他那么喜欢你，今天他也认了我这个娘，我还亲口听他叫了这声娘，娘这个心里啊真的是很满足。行了，这下好了，现在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这一家人在一起啊就是很开心。我们何必把过去的事情都翻出来搞得鸡飞狗跳呢？不要了，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，真的娘心里头很知足。娘啊，元宝，怎么样，都聊完了吧？收拾一下去见我娘吧。哦，不不，不必了，我能够见到你跟麒麟已经很知足了，金夫人她是贵人事多，何必我要浪费她的时间呢？不去了，真的不去了啊。那怎么行，您是我的岳母，也是我娘的亲家，如果我没有安排妥当的话，我娘会罚我跪的。还是不见了吧。娘，我陪你一块儿去，你是该见见金夫人了，她也应该见见你。我不去打扰她了，真的不打扰了。岳母，您看，这就是麒麟的家，也就是您的家，所以您要自在一点才行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真是一点都没有变呢。啊，你以前来过金府？不，我是听麒麟跟我唠叨的。哦，来吧。啊。姑妈，少爷、少夫人还有少夫人的养母马上就到了。他还真来了。顾大娘，难道你认识少夫人的养母？这老话说得好，这辈子的姻缘都是上辈子的缘分。这里，娘，岳母来了。金夫人，山野村妇玉氏拜见夫人。亲家免礼了，都是自己人嘛，请坐。来，岳母，您坐。
多谢夫人赐座。娘，你不用害怕，元宝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也是你的家。嗯，是啊，这少爷一向礼数周全，怕是娘亲他早已教惯了吧。啊，虽说一个姑爷半个儿，元宝叫我一声娘，那是因为元宝教育得好。可我自己知道，御史身份低下，不敢高攀。想必启麟和元宝的婚事也给夫人带来了不少麻烦，御史在这里请夫人恕罪。娘，什么高攀不高攀的呀，现在我嫁给了元宝，你也是他的娘。是啊，缘分向来都是天注定的，缘分不分贵贱，少爷跟少夫人的缘分似乎就是冥冥中注定的，躲都躲不过，是吧？岳母，您就别再说什么高攀不高攀的了，不然回头呢，我会被娘收拾的。我跟麒麟呢，是天生注定的金玉良缘，啊。希望正如元宝所说，是金玉良缘，而不是什么孽缘才好。亲家母刚到府上，很多事情还不是很清楚，有什么想说的，有什么要办的，都不急于一时，你先好好休息休息。嗯，这两个孩子的婚事，嗯，也没有和亲家母商量，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见谅。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亲家，你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要求，你再好好想想，然后跟我直说就好了。只要是为了元宝，我一定会努力满足你的要求。只要是为了元宝好。金夫人，我这次进京并不是我的本意，实在是情况特殊啊。小女麒麟竟闯下了待嫁这样的大祸，夫人您不但不怪罪，还接纳了她，我御史的心里实在是感激，还请夫人恕罪啊。你这样明白事理就好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两个起码有一点是相通的，都是为了元宝好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位啊，就别再客套了。现在好了，一家人团聚了。哎呀，不过刚才啊，岳母真的好险，差一点就被……算了，不开心的事情，咱不提了。是啊，真的，刚才呀，是非常危险，幸亏少爷搭救。娘，元宝他救你是一千一万个应该的，你不用谢他。怎么能不谢呢？救命之恩理当重谢。夫人，看到你把元宝教育得这么好，真的是很感激。啊，对了娘，嗯，我看岳母也累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跟麒麟现在再回房间休息，等休息好了之后再为他接风洗尘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何必如此着急呢？这少夫人的养母也是远道而来，何不与夫人多聊一聊啊。柳少爷，感谢你的盛情，来日方长，今日我先告退了。夫人好好休息。岳母这边请。岳母，您也在啊？怎么样，这儿还习惯吧？啊，谢谢少爷，一切都好。别那么客气啊，
别叫我少爷，以后就叫我元宝吧。您要是在这里有什么不习惯的话，就尽管吩咐下人，或者跟我说，别委屈自己，知道吗？真的很好，少爷，谢谢。那就好。娘，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怎么肩膀那么硬啊？儿子真孝顺，娘没事。玉墨，您呢，在这安心的住下吧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。那些恶仆呢，我都把他们关起来了，一定会替您讨回公道的。他以为他一天跑三趟，给您送这送那的，就能够弥补您二十年受的苦啊。这也是金夫人的一片心意啊。要不是看在他对元宝好，我也不希望元宝伤心。我真想把东西给他送回去。哎，你这孩子，给玉夫人请安，给少夫人请安。夫人刚才用甜羹的时候想起这种甜羹对上年纪的人身体有好处，吩咐我也给玉夫人送一碗过来。哦，放那儿吧。我说你把它放那儿，你下去吧。夫人说这种汤趁热喝效果会更好。好，我趁热喝。替我谢谢夫人，我吃过了，谢谢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娘已经不在乎了，娘希望你也别总记着。毕竟她现在是你的婆婆，娘心里觉得只要你好好的，元宝好好的，我就没有遗憾了。啊，娘，你心地善良，总是为别人着想，我听你的，听娘的就好。你怎么了，娘？哪里不舒服啊？突然间，我这心里闷得慌，娘真的好痛啊！来人呐！少夫人，快去把孤郎中叫来，快！玉夫人怎么会这样？刚才我跟我娘一直说话呢，一切都挺正常的，但是她忽然之间就呼吸困难，心口疼。你快点帮我看看她到底怎么了。脉象细慢不齐，从症状上看应该是吃坏了东西。吃坏了东西？怎么了？娘她怎么了？长风的刚才说我娘是吃坏东西了。吃坏东西？娇颜，你怎么伺候娘的？玉夫人吃的东西少爷跟少夫人也吃了，少爷和少夫人都没事。还敢顶嘴，长本事了是吧？出去撕过去。是。你也去。我岳母看起来那么难受，你快想想法子。好，这个是催吐剂，用水化开，给玉夫人服用，一刻钟以后，她就会把吃的东西吐出来。我要看她吐出来的东西，才能决定该怎么治。你别光说，你快治啊！你快弄啊！怎么样？想吐吗？想吐吐出来。娘，怎么样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很正常。
奇怪啊。什么奇怪？从呕吐物的颜色和气味来断定，玉夫人不像是吃坏了东西，倒像是中毒。中毒？中的什么毒啊？长风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在戚府里面有谁敢对我岳母下毒啊？不会搞错的，看样子像是中了夹竹桃水煎的东西。那中了夹竹桃的毒会怎么样啊？呕吐、昏迷，严重的话会神志不清，甚至死亡。我娘刚才喝了甜汤，一定是有人在里面下毒。喂，秦林，你去哪儿？元宝，哎呀，好痛啊！秦林，秦林，秦林，你怎么了？气成这样？我娘刚才喝了甜汤，她中了毒。甜汤是金夫人派丫鬟送过来的，我得去问问她，她到底下了什么药。先等等，别那么冲动，你现在正在气头上，这样贸然去的话冤枉了他，你怎么收场？是不是冤枉得问问才知道。可他现在正在心烦。你说这个阿贵吧。阿贵怎么了？你还不知道啊，玉氏就是少爷从阿贵手里救出来的，如果不是少爷及时赶到的话，恐怕他早就痛下狠手了。你娘还真是明的。阿贵要对我娘下杀手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金夫人的侍卫长吗？是啊，他服侍了夫人好多年，不过我向你保证啊，这件事跟夫人一定没有任何关系，是阿贵自己搞的鬼。我去找元宝。哎，你先别去。既然这件事跟阿贵有关，我让元宝提审阿贵，那事情很快就会真相大白。娘，嘘。娘睡着了。你刚才那么着急跑哪儿去了？娘刚才啊又吐了好几回，把胃里的东西都给吐出来了。好在长风说娘吃的东西不多，中毒不深，他开了几副药给娘吃了就行了，你别担心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啊？他今天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金府中的毒。还有我刚才听说上次要害我娘的是阿贵，他是娘的侍卫长，你怎么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？你为什么不去审他呀？我想先把他关在地牢里好好折磨他几天，这样的话他比较容易开口。我要你审，我跟你一块审，我一刻都等不了。如果查不出来他的主谋的话，我娘将来还会有危险。我本来打算今天要审的，可没想到娘生病了。她不是生病，她是被人下了毒。我告诉你元宝，如果你真的查出幕后主谋，你一定不能徇私，一定要秉公处理，还我娘一个公道。是是是，那必须的。她也是你娘。我知道。阿贵，你待在金府那么久，我还不知道你有那么大的野心，还真有本事。说，为什么对我岳母下毒手？我不说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你不想说是吧？那行啊，我就把你关在这里十年八年的，等本少爷心情好了再来审你。别，少爷，我不想在这儿待一辈子。你不想待在这儿一辈子就说出来，说你是受何人指使，谋杀我岳母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少爷，我不是不想说，说我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，我求求你，你就给我来个痛快吧。想来个痛快啊，没那么容易。我呢就把你全天关在这里，喂那些老鼠啊、苍蝇啊，还有臭虫的，我就慢慢的吃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要说就快说，别浪费本少爷时间。少爷，我不是没说清楚，我是不敢说呀。我惹不起他，就算你知道了，你拿他也没办法。废话，你以为我们大家是吓大的？快说！我还是别说了，说了对大家都不好。阿贵，我们金府待你不薄，我想能买通你这个金府侍卫长的，来头一定不小。如果你说出来真是个大人物的话，我可以对你从轻发落，因为你不能抗命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。你快说，到底是谁要害我娘？这是我的事。
金夫人。还有哪个金夫人？就是金府的主母。胡说八道，死党临头还敢诬赖他人，打死他！慢着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没乱说，我不敢胡说。其实你在寻找你娘的时候，她就一直让我跟踪你。你要栽赃嫁祸也高明一点，你说这谎话也太没水平了吧？是真的，我没有撒谎，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上次我去找我娘的时候，半路就被他拦截，逼问我娘的下落，结果我们第一次营救就失败了，他提前把我娘给转移了。连你也要胡说八道啊？上次稳婆的事情你就污蔑我娘，现在还信他的话，这种胡话你也信？我没有。少爷，听我说，稳婆的事儿也是金夫人指使我干的，你还说？好，现在去找他对质。你疯了你这样对质的话，想把金家弄得鸡犬不宁吗？事关我娘的安危，我当然必须要问清楚。你不愿意去，你是不敢接受这个事实吗？哼，这么荒谬的栽赃你也信？好啊，对质就对质，谁怕谁啊。来人，在，把阿贵带下去，带他进来。走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。对不起夫人，您吩咐我的事我没做到。你说什么呀？我让你办什么事情了？阿贵都已经招了，你不要再演戏了。我娘就是你指使他去绑架的，稳婆也是你指使他去下毒手的。要不是元宝早一步到，我娘就没命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从来没有让阿贵做过这样的事情。夫人，我也不想招，可这地牢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我宁可选择死。夫人，你看在主仆一场的情面上，我求求你，你就让少爷给我来个痛快吧。不能胡言，夫人怎么会对自己的亲家下手呢？好一个主仆一场的情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宁肯相信这个恶仆的话，也不肯相信我娘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他？阿贵是服侍他几十年的人，他就是他的人。好了，不要再吵吵嚷嚷了。玉麒麟，我是看在元宝的份上才接纳的你，不代表你可以在府上胡作非为。你听了句狗奴才的话，就给我扣上莫须有的罪名。元宝，你好好查查这个奴才。好，阿贵，你说我娘指使你杀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夫人吩咐我做事儿，就一句话，我哪来的证据？阿贵烂命一条就在这儿。少爷，我求你，你就给阿贵来个痛快吧。证据是吧？既然敢做，就一定会有证据。我娘刚才喝了你派人送去的甜羹，喝完之后就上吐下泻。长风说里面有夹竹桃，严重的话会致人死命。幸好我娘命大，她只喝了半碗。什么甜羹？我没让人送过甜羹啊。事到如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娘说她没有让人送甜羹，你要不要先听她解释一下？少夫人，你先息怒。我是天天陪着夫人的，夫人从来没有派人去给她送过什么甜羹，也没有指使过阿贵去杀你娘。你证明？你拿什么来证明？如果他是主谋的话，你就是帮凶，你们根本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。你自己说说看，这么多年以来你帮他做了多少亏心的事儿。哎，玉麒麟，你别太过分了，现在明摆着是有人设计诬陷我娘，你要不要先冷静一下？好，阿贵，我问你，稳婆是不是你杀的？稳婆一事是夫人吩咐我做的。夫人不让我弄出声响，所以我用枕头捂死了稳婆。金夫人，事到如今你还要抵赖吗？凡事都要讲求动机。阿贵，你来说说看，夫人为什么要指使你杀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夫人为什么，我就是夫人养的一条狗，她让我咬谁我就咬谁。莲儿，莲儿，莲儿。哎呦，夫人，你答应过我要照顾好我的家人，要说到做到。
走吧，这里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呀、啊！娘，你为什么要一直放过这个毒妇？她要杀你、啊！灵儿，娘求你了，走吧，好不好？于麒麟，你再口不择言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要污蔑我娘可以，但请你拿出证据。娟宝，你到现在还不愿意接受事实，对不对？少爷说的对，此事确实蹊跷。夫人高高在上，为何要对稳婆和少夫人的养母下手呢？好。我现在就来告诉你，你娘为什么做了那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。麒麟，娟宝，你一直都不相信是金夫人指使人去做的这些坏事，是因为你觉得你娘没有理由。我告诉你她为什么这么做，那是因为她不是你的亲娘。而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个，就是当年刘稳为她接生的那位王姨娘，她才是你真正的母亲。20年前，她是金将军的侍妾，她生下了你，后来金将军战死沙场，你娘，不，应该是金夫人，她就将你从我娘身边夺走，后来把我娘赶出金府。金夫人之所以要把年老痴呆的稳婆杀死，是因为他知道稳婆知道所有的事情，而他又怕事情败露，所以一定要杀人灭口。现在他绑架我娘，让人对他下毒手，是怕他把事实说出来。之所以赶尽杀绝，是想让这个夺子天大的秘密永远埋藏。你以为我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金府干什么？我就是为了要帮我娘找回20年前被人夺走的儿子。我为什么会知道你后腰上有个胎记？那是我娘告诉我的。我之所以进京府，就是为了确认你身上的胎记，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我娘的亲生儿子。回门的途中，我为什么要带你去峨眉山？我是为了让你和你娘相认。可是我娘护着你，强忍着没跟你相认，就是怕伤害你。还有，我们去东陆河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急着找稳婆？就是为了我要找出当年的证据。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的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问顾大人，或者你也可以问你这个叫了20年娘的女人。你问问他，让他亲口告诉你，他是如何抢了别人的儿子，如何看着别人母子分离，饱受煎熬跟痛苦，又如何下得了狠心，非要赶尽杀绝，杀人灭口。金夫人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话，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如果你觉得有假的，请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。玉麒麟，我告诉你，你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，我都不会相信。我真的是看错了，你竟然连自己的亲娘都不认。你都不愿意认娘，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刚才所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觉得呢？证据都已经一一摆在你面前了，只是你自己不愿意面对而已。那么你回门，代价，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接近我。没错，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你跟我娘相认。在回门的路上，你一路护着我，
就是因为你认为我是你养母的儿子，是你的哥哥。什么叫我认为？你本来就是。你替我挡了一劫，也是这个原因。没错，我不能看着你死在我面前。有人要炸死我，你冒险护着我，不用问，也是这个原因吧？对，我答应过我娘，一定要让你亲口喊她一声娘，所以我不能让你死。你可真是处心积虑，始终如一。经历那么长的时间，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，你的目的依然没有改变。因为这本来就是事实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认不认同？我告诉你，这世上我不会认另外一个人做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只有一个，就是金夫人。你这是认贼作母。你处心积虑代价，目的是为了让我认他。好啊，现在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和你娘赶紧离开金府，还有你所说的一字一句我都不会再信了。玉麒麟是骗我的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说的任何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。你就是我娘，生我的娘，任何人都无法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娘，你相信我，我只认你这个娘。好了，不要哭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去给您拿药。你来干什么？如你所愿，王苗走了。走了？你抢了我娘的儿子，还几次三番要害他。我本来是要来跟你拼命的，可是我娘她拦着不让，所以我尊重她的意思。我真的真的没有害你娘。金元宝现在不在，你不用在这跟我演戏。我根本就不想听你狡辩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跟我娘马上就要走了，从此以后不再来打扰你。你就陪着你儿子，绝情绝义的儿子，好好的待在这个金碧辉煌的金府里面吧。金夫人，我知道你神通广大，手眼通天，所以我请你高抬贵手，这件事情从此以后到此结束。但是如果你但凡再害我娘的话，我发誓，我玉麒麟一定会豁出性命，跟你拼个鱼死网破。玉麒麟，你干什么？你三番两次伤害我娘，过去的事情
我不跟你追究，从此以后你们母女俩滚出金府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如果你再敢伤害我母亲的话，我金元宝发誓，我不会留任何情面，绝不会放过你。好，你记住今天跟我说的所有的话。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我想一定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所以元宝一时无法接受。你需要给他一点时间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明白的。麒麟，我希望你不要放弃他。他要时间，我娘等了他20年，他认贼作母，死不悔改。我的心已经彻底冷了，他为了他娘，我也要为了我娘。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。麒麟，元宝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对人都是重情重义的。他是我见过这个世上最无情无义的人。长风，你一定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，好好照顾小雪，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我会的，你和你娘多保重，等金夫人身体好了，我就跟小轩还有元宝去看你们。不用来，他不会来了。是我不应该，是我不应该来这里。他不会再来了。娘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娘，您身体虚弱，干嘛还在这儿？我扶您回床休息吧。不用，娘想在这儿待一会儿。好，那还是陪您。娘一见到你，就什么都好了。元宝，你看起来累了，让你受苦了。娘，我很好，你放心吧。元宝，娘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说，你是金府和军器所堂堂正正的少主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事实都是改变不了的。娘苦心经营20多年了，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把金府和军器所交到你的手里。现在你长大了，娘老了，金家以后就靠你了。娘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爹是威风八面的金将军，可惜爹走得太早了，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染上了天花，娘不怕感染，日日夜夜照顾着我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那些皇子皇孙们起了冲突，也是娘护着我，去求太后护我周全。我还知道爹是因为战死沙场，所以娘特别担心我的安危。我还知道，自从我想当天下第一捕快之后，娘就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。我也知道，金府的军器所需要我，可是娘并没有勉强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。
这些都是因为娘爱我，宠我，疼我。我知道娘是要等我自己完全接受这个事实，我都知道。娘，儿子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这20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的就是您，您就是我娘，这就是事实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抹去。娘这一辈子有你这么个儿子，娘很知足。儿子也是。好了，娘不要想那么多了。过这段时间，你陪娘去庙里烧香，我们给你父亲做一场法事。我要告诉你爹，我们的儿子元宝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可以挑起金家的担子了。好，等您的病好起来，我就陪您去。你爹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欣慰的。娘，我不会辜负您的。娘有点累了，要不你先回吧。那好吧，娘您早点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元宝，来，过来。娘放心了，没事了，娘，好好休息啊。儿子回去了。好。姑妈，怎么回事？姑妈上吊了。长风，快救我娘！来了。娘，为什么这么做？我说过了，我这辈子只认你这个娘。为什么要想不开啊？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脉象很弱，时有时无，能不能醒过来，就要看夫人自己的造化了。娘，什么看造化？我叫你快救我娘，听到没有？元宝，你冷静点，夫人已经窒息很长时间了。姑娘还在昏迷，你叫我怎么冷静啊？我娘自己叫我怎么冷静？我救，我救！怎么回事？我娘为什么会自尽？怎么回事？我好像看见少夫人轻手轻脚地走进过夫人的房间，我也不确定，可能是我看花眼了。别乱说话，你看清楚了吗？玉麒麟，少爷，所有人听令，全力捉拿玉麒麟。如遇的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是。跳！跳！跳！
狠心吗？你非要置我娘于死地吗？我不是警告过你，不要再伤害我娘，你为什么不听？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我们都已经离开金府了，你娘的死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现在就跟我回金府，如果我娘醒不过来的话，你们就一起陪葬。你疯了吧，元宝？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，麒麟他不会害你娘的，我也保证他永远不会再回金府的。你们想走没那么容易，给我全部带走。你疯了吧，金元宝，连自己亲娘都要抓？我管你亲娘假娘的，带走。进去，快，宝贝。你干什么，金元宝？你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儿？我真是没有想到你竟然这么是非不分，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赶尽杀绝的是你们，你们逼着我娘上吊，她现在昏迷，生死未卜。我没有，我与麒麟敢做敢当，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。你娘的手段我倒是见过，她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她是要用你的手杀死你的亲娘吗？你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给我闭嘴。元宝，这一切跟麒麟没有关系，我求你，我求你饶了他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元宝，娘求求你，你就饶过麒麟吧，娘求你了。娘，你为什么要向他下跪？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如果我们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你们就等死吧。你要是来救我们，你自己怎么办啊？管不了那么多，出去再说。六公子，这是我跟麒麟和元宝的事情，千万不要连累了你。我不忍心看姑妈对你们两个这样，更何况我跟麒麟他是朋友。多谢表哥的大恩大德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出去。走吧。拦住他们！快！快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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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娘。你是要反吗？我要留的人你也敢放走？少爷，我是帮理不帮亲，我相信麒麟和玉夫人是无辜的，我不能看着你跟夫人做伤天害理的事。帮理不帮亲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明事理了？麒麟叫的可真亲人，你了解他吗？凭什么相信他？我看你是对他不怀好意吧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如果你不珍惜麒麟，就放他走，自然会有人珍惜。你就是个乘人之危的卑鄙小人。君元宝，带着你的人让开。20年前，是你们把我娘赶出了金府，今天又想拿刀剑留下她，
有我于麒麟在，想都别想。亲娘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是不是人啊？我娘只有一个，她现在躺在病床上，生死未卜。你这个始作俑者，居然还想跑，想都别想。我已经说了，你娘的事情跟我无关。我从第一天认识你开始，你就对我说谎，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谎言。从今以后，你说的任何一个字，我都不会再相信。好，我是骗了你，你可以抓我，但你必须得放我娘走。你和柳文照这个卑鄙小人，是不是串通好了？你们那么着急，想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好过待在这个金府。都好过看见你这个颠倒黑白的嘴脸。柳文昭正直仗义，你非说他是阴险小人，你放着生母不认，偏要认贼做母，还做出一副孝子的模样。居元宝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不辨是非的混蛋。我们走。我有没有醒过来，谁都不许走。